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最好，当一个人呢，最好能够仰不愧于天呢，俯不怍于地啊，俯仰天地之间呢，悠然自得啊。你问心无愧的时候，这才可能做得到啊。所以有时候不要去先想别人怎么样，先问一下自己啊，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对得起自己啊？再去想一些事情，所以要有点脊椎啊，要也能够抗拒各方面的一个压力啊，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人啊，随着年龄啊，为什么会有一些地方我们就会驼背啊，我们会弯腰，会背痛啊，我们的脊椎我们的这个膝盖也会功能不好，因为我们大概要卑躬屈膝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我们要妥协的一个状况也就越来越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呈现物理的变化，是这样的。这是借口啊，自己要去反省，这个更重要。好，提到我们的一个骨架，我们的脊椎，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能够直立，你看看哪个动物直立的动物像我们这样子，几乎没有。所以相对它背后带来的背腰酸背痛，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舒服，腰酸背痛的时候也要理解，这是原罪啊。因为我们站起来以后，这个脊椎它是受力多。退化老化的一些情形，当然也就比较多。好，这个骨架是这样子，我们考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各骨头啊，这个最大的骨头是什么？哪里的骨头？也是最长的骨头是在哪里？最小的骨头在哪里？你想一下，那最大的骨头啊，它大概30公分左右，那么最小的骨头0.3公分而已啊，这是差异性很大。好，最大的骨头大家比较可以想得出来是大腿骨，是30公分左右啊。当然随着身高还是有不一样啊。不过这个听小骨最小的骨头，听小骨0.3公分的、三个听小骨，这个大概不管你多高多大，大概差异性并不会很大的。所以表示我们的一个这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个组合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然后骨骼的成分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钙。好，那你知道我们人体中啊，大概我们的体重啊，譬如说60几公斤好了，它的全身的一个钙大概多少？才1公斤啊，才1公斤啊，但是对我们的一个骨架的一个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骨头里面，它大概占99%，就是所有1公斤钙里面，骨骼里面占99%。都在骨骼里面，那你说剩下1%在哪里啊？主要在血液里面，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有游离的钙，那个对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的一个调控啊等等，神经啊各方面的一个功能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人体的结构，从细微的我们看到钙的一个成分，到整体大大小小之间的一个怎么紧密的一个配合啊，这是形成我们人体能够这样子自由自在的一个走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好，那个建筑物的结构，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摩天大楼啊等等啊高楼大厦啊，大家在都市里面可以看得到。以前这是15世纪的画作，画家叫做卡罗克里韦利啊，这位意大利的画家，他画的当时的一个建筑，你看2层楼、3层楼，了不起了。那当然教堂他就会想办法盖得更高，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跟天堂跟人间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差异性会产生出来。好，那这里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这有个女生在这个位置，这里又有一些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其实啊，这个不是人啊，这个是你看有翅膀在这里，所以是天使在这个地方，天使在这个地方透过这样的一个窗户啊，来告知这个，这是圣母。这是天使告知啊，告知圣母说他怀有耶稣基督的一个状况，所以用非常细微的、精细的那样的一个画笔来去刻画出那当时的就是说那种想象出来的一个情节。然后为了这个强调那样的一个圣洁跟那个光辉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光啊，可以溯源产生光，从这样天空
有这样 一道光辉啊，到这个圣母的头上，大家可以看得到，从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到这里，这个就来去呈现。那这也有很多珍奇异兽，你看孔雀也跑来这里啊，还有很多人，哎，这个雕刻的很精细的一个情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天使告知那样的情形啊。好，所以画圣母的话，在这个古代中世纪，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绘画的一个主题啊。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画圣母的画跟小耶稣基督的画啊，这个他的很特别的地方啊，这同样是这位画家画的。哎，这是圣母，所以很特别。他在当比较后来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圣母都是蓝色为主的色调的，还是不太相同。这十五世纪的那个早期，所以耶稣基督年纪baby 耶稣基督是这个。好，请大家看到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特？这当然有一些背景啊，这个这里看到这里，这很奇怪，就有一只大的昆虫啊，这是什么？这是放大比例的苍蝇啊。苍蝇，大家发挥一点想象力啊！所以他把这个耶稣基督小耶稣基督里面怀中所抱的一个像金丝雀那个来代表啊，可能有受难的那样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但是很特别的，是画出比蟑螂还大的苍蝇出来。那为什么要画这画作里面要去把苍蝇跟这个圣洁做一个连结呢？因为苍蝇的腐败带来的一个大家的不喜欢，或人世代表人世间那样的一个贪婪也好，或者是说那种腐败也好，哎，是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把这个跟这个人世间最圣洁的东西啊，都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时时了解环境中的那样的情形啊，那能不能再透过自身的一些提升啊、信仰各方面的努力啊，来改变那样的一个环境啊？这另外一位画家叫彼得鲁斯啊，克里斯蒂也是十五世纪的画家。你看看这个女生是画的，出尘，超尘脱凡啊，这是 OK 的。一样有个苍蝇在这里，她不是故意啊，那时候正好有一只苍蝇钉在这里，所以我把它画一下。那个画家把它画下来，一样不是人世间。不要忘记，虽然也许很小，但是那样的缺点，那样的一个可能造成我们性格的缺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要去深思啊。像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是一个修饰啊。好，这里也有只苍蝇在这里啊，也有只苍蝇在这里。所以那种画作中不经意的一个小地方，因为你这个不能把它放得太大，这个还是最主轴。但是提醒中小小的地方，还是我们需要去深刻去思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苍蝇的这个影响当然是感染环境的对于一个传播细菌的一个影响，我们可想而知啊。但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啊比较严峻的时刻，要特别了解我们的咳嗽，它的一个风速是一小时80公里，所以一秒22公尺啊咳嗽，所以台风的风速是大于17公尺，就算是台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台风风暴中心啊，一咳出来都是一个风暴，所以怎么去阻止啊这个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个急诊科的医师啊，急诊部的医师啊，去模拟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他这里有一个喷雾的一个东西啊，譬如说去做这样的一个采检的一个过程中，同样把含有荧光剂的这个喷雾啊喷一下，模拟我们咳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带有护目，你如果上面做的保护好。脖子这个地方没有做好保护的话，这也是感染可能从这个地方破口啊，所以怎么去裁剪，现在各国像韩国等等都有它特殊的一个状况，这是我们的一个急诊，我们的急诊就在内部跟外部之间这个亚克力的一个玻璃，所以在透过这样子，病人是在裁剪者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就有最好的一个隔离的一个效果，让这个感染不至于发生啊。当然除了采检我们要注意以外，平常我们就要注意有咳嗽我们做细菌培养，跟戴上口罩在咳嗽做细菌培养，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咳嗽的时候，没有戴口罩的时候，细菌培养就是这样，飞沫一颗一颗的都是啊。那如果有戴上口罩的时候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口罩的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就算现在有什么疫苗在别的国家，台湾短期之内还没有一个状况是啊，口罩的一个重要性，请大家就想起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能给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物理防护啊，要珍惜，要知道，要遵守。感谢您收看，再会。